上帝的口主任，我甲咱讲几句话话，来介绍咱中风旗。小朋友哈，跟老师哈，感谢你们哈，那带来我们给我们班长带来欢乐哈，跟那个欢笑哈，然后还有我们在座哈，那掌声作为那个阿公阿妈跟阿伯阿姨哈，还有最重要是我们的志工伙伴哈，以及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伙伴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哎呀，我们明天就是那个圣诞节前夕哈，那圣诞节大家都很清楚哈，我们都是要送礼物对不对？我们之前还有。报家音哈，那在这临近前夕之时呢，我们希望也可以送我们南岛所有的伙伴哈，拿一个礼物哈，就是我们的春风亭哈，跟里面的一些交易哈。那这个春风亭是要做什么的哈？我想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很清楚，它其实是一个以前的比较就是以前的司机驾驶的一个休息室哈。那后来我们调整了一些空间，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因为在南岛的伙伴，不论是长辈哈，或是我们的孩子也好，就是我们的院生，或是我们的工作伙伴，或是志工也好，其实哈，在这个照顾的场地上面哈，大家哈，必须都盖行扣了哈。那虽然这个工作之余哈，我们都希望都可以让大家休息哈，有暂时休息的一个时间哈，跟地方哈，还有我们的家属。长辈的家属如果来了，所以其实通常一般都会在泡茶区，不然就是在我们的下雨天会在我们的那个院区里面的空间哈、哦。那我们希望是说，如果有一个更温馨的地方，更可以保护自己，应该是说可以有隐私的隐秘的一个地方哈、哦。那我想这个对话哈、哦，跟我们的互动会更加的温馨哈、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置了一个春风亭跟歇脚椅。主要是给我们像一些社区的长辈，譬如说我们日托日照哈，中会哈，你啊提供一杯带来上课，啊老伯回去的时阵吼，他们就是等家属，因为有些没有坐车哈，啊我单等家属来哈，一个先等家等哈，啊因为有时候下雨天或是太阳比较大，可以在那等哈。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孩子哈，上学哈，我们孩子在上学会在那边等校车，哦那等校车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这边想让他们休息一下，有个比较舒服跟舒适的空间哈。那里面的一个空间呢，其实也是我们所有南岛的伙伴哈，不论是我们的长辈跟孩子的跟家属的一个会议也好哈，或是我们的志工伙伴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是我们的员工哈，就是我们的工作伙伴哈，那他们的休息时间哈，其实都可以来这边来舒压哈，舒服一下哈，舒服一下哈。那未来我们这边也会安排定期的舒压的一个。规划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请一些私照按摩的那个朋友哈，来这边帮大家舒压一下哈，那个肩颈，因为我们照顾工作，因为我们很多长辈其实坐轮椅哈，那他们可能就是起床也好，或是如厕也好，或是那个如浴也好哈，去沐浴也好，其实都是要我们的照顾伙伴哈。来帮忙哈，来那个翻身或是移位哈，所以其实对于整个的身体的一个以前的状态，我们其实要好好的保养他们，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空间哈，其实是也可以让他们更舒压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哈。那也希望在圣诞节前夕哦，献给大家哈，然后也让所有的南岛的伙伴都可以使用这个空间哈。那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在里面舒压，然后开开心心的在我们南岛做服务，开开心心的在南岛生活。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圣诞节的愿望。Thank you.
我来这边哈，到现在哈办这个活动哦，是很满意的。这样，这样哈，能不能哈，再过年再办一次？在一生中，对不对哈？老人是快乐就好。不要平安，也要平安呐、啊。什么事放得开，放得下。希望呢，大家都平平安安，没有什么事，快乐的过一生，就这样。我想春风亭里面我们有一个歇脚屿，那这个空间呢，主要其实是给我们所有的南老伙伴一个暂时休息然后再出发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有设备非常棒的一个沙发区，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视障未来的一个按摩区舒活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阅报阅读的空间啊，然后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型非常小 mini 的会议桌，然后有些伙伴其实是有些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或是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事都可以在这边来做大家做一些共享。那我想这个空间就是属于我们南老伙伴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使用，然后在我们的整个照顾的一个路上陪伴彼此互相支持，然后让我们的路走得更远。谢谢。我们就是说客人进来我们帮他下手做以后，我们当然会先问一下客人说你的哪里不舒服，我们下手做以后我们就大概能了解他哪里不舒服，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的肩颈太僵硬或者你的手哪里有问题，我们慢慢就可能够从经验中了解他这方面，说你的肩颈僵硬，你的工作方面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僵硬，要怎么会告诉客人以后你们要怎么去改善，
会比较好，这样子。在屏东市自由路754号，在我们协会的店里面。那你的对象大概都是哪一些？没有，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决定的对象。你说客源吗？对。没有没有，都可以啊。一次按摩多久？那就看你的需求。我们是全身就是一个小时嘛，或者说你只是肩颈不舒服，或者你腰不舒服，看你选择你要的时间，我们来处理。那我们会给你建议哦，看你的状况，你这可能10分钟做不下来，没有什么意义。好，你说我只要做10分钟，好，可是你要求的部位太多，又要头又要肩要颈，我们就会给你建议，这样子做下来就是很潦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达到效果。